你好，我是 Peter， 我刚到了加勒花园城。其实我以前来过这里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漂亮，很安静，也很干净，特别适合外国人住。我也对这里房子的出售和房子的出租很感兴趣。如果你在这边想租一套房子，或者你在这里已经有房子想把它出租去，你可以跟我联系。好，那我们先去看好吗？那我已经到了我们加勒花园城第一栋，它英文叫 Shangri-La， 是2013年建的。我听说里面是有游泳池，我们进去看好吗？好，那我到了一栋的，因为外面很热，但是到这儿我感觉很轻松很舒服。这里还有一个有小雨，我觉得挺漂亮的。那我们还去看看这里有什么，我进去看看。我听说这里还有健身房，我先去看看这个健身房。啊，是在这里，我们去看看健身房是有什么条件。啊，挺不错的，挺不错的，而且没人。如果是在这里，我听说如果是在这里租房子，那健身房是免费的，免费的可以使用。而且我觉得这里这个装修还有所有的设备是新的，挺不错的。我听说这里一栋楼有140户，而且都满了，所以好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。柬埔寨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国家，我去过那么多国家，但是我感觉柬埔寨是我最喜欢的。最喜欢的是为什么呢？就是这里有做生意的机会，也有可以跟别人很容易可以交朋友。这里有柬埔寨，特别是金边，有来自各种各样的国家的人，就有中国人，有美国人、英国人啊、澳大利亚人、韩国人、日本人都有，所以可以跟各种各样的人可以交朋友。这里我也很感觉很自由，柬埔寨给我们这种自由感。而且我也刚刚在这里走一走，就碰到了一些欧美人，跟他们打招呼。这里游泳池很漂亮，我几乎每天晚上跟我的朋友们，我们每天在一起游泳，一起喝酒，一起玩。我觉得这里很自由很舒服，我非常喜欢在这里生活。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这里用这个公共设施，无论是游泳池、健身房都是免费的，在外面要花很多钱，但是这里是免费的。现在我到了二栋一楼，这里好舒服。其实你们知道柬埔寨外面很热，真的很热，出汗，但是到这儿感觉很舒服。就是我也会想到你们在柬埔寨生活要每天开空调，花很多钱，但是这里因为很凉爽很舒服，就可以节省钱，大概节省100美金、150美金每个月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楼是特别适合这个柬埔寨的环境。你们可能不知道柬埔寨的电费真的很贵。那我已经到了第三栋，这里也很舒服。我一会儿要去上去，因为我有一个客户，他想把自己的房子出租出去，我要看看他的条件。这里我们第三栋一楼有前台，这个前台工作人员他会三种语言，会柬文、中文还有英文，所以跟他沟通很方便。好，那我们上去看看。好，那我们先上四楼。
我们这里都要刷卡才能上去，很安全，这个是安全是很重要的。我客户的房子在第三栋，这里有单独的游泳池，这个游泳池很特别，跟第一栋和第二栋有点不一样，因为这个游泳池在四楼，也比一栋的和二栋的大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开门进去看看。那这就是我客户的房子，很漂亮，它出租价格是大概600-700美金，我觉得我自己认为这个价格很合理，因为这里装修很现代化，可以满足外国人的要求。我们也刚刚看到了，这里有健身房，有游泳池，都可以免费的使用，附近还有很多很重要非常重要的超市，有 Eon Mall Macro 还有 Chipmon Supermarket， 所以在这里生活是非常方便的。如果你想成为我的邻居，请来找我。如果你有房子想出租出去，也可以找我，我可以帮助你把房子出租出去，或者帮助用你的公寓开酒店。非常感谢你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